挑战1.4超低评分外卖，好久没吃了，我发现又多了好多家，就他家了，大肠来一个，再来个素的，到货了啊，猪大肠，量看着不少，这玩意儿是嘎嘎香。一股怪异的古咒味儿，爆发出来了！被强奸透了的味道啊！这脏鸡味重可以理解，但是有一股鲜奥利给的味儿就太恶心了。我再确认一下啊！这绝对没好好洗，就是冲了冲，这太糊弄事儿了。上面还挂着料呢，不能浪费啊！啊，不行，味儿实在是太重了。我要想吃这股鲜味儿，我直接吃大肠刺身不得了。这是我吃过洗的最不干净的大肠了。不行，他们家这东西我是不敢吃了。你们还想看我挑战什么？评论什么？评论里告诉我，我得还还。这个就留给我媳妇儿吃。